主席就是因共同的名字。因为当初是我做肺炎的时候，我大概我也不知道慈济是在做什么，我想我当交钱款尔。长所师兄，伊就讲慈济有咧办岁末祝福，啊，你来了解者。咱的岁末祝内底有咧介绍咱慈济的四大志业、八大法印，而且身体力行走到人群里面，我才发觉说这个是我要去深入的慈善团体。啊，你啊，我就来参加了我们的见习，拿八分。水见证。啊，可以救人命，又不伤己身。上人，你哋讲要咱落入社区嘛，吼，啊，经营咱的社区，探索公园的呀，很多我们永康社区的会众在那边运动嘛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咖啡我有在喝，稍微有点懂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哎，我用咖啡来接引咱的会众，把咱的实际的信息哦传达给他们。啊，让会众更了解咱主席在做啥，包括咱的四大志业、八大法印，啊，让因更加了解主席。啊，当然因啊信根坚固了，哦，就不会对我们慈济有不同的声音，帮助上人啊把这些法传出去。啊，所以我才会来做这些咖啡。上人一直讲，未成佛前要结好人缘，福要在人间造嘛，啊，福也要在人间修。啊，所以我得一直想在人群中去跟大家结好的缘，希望更接收上人的话，内修成正信实，外行慈悲喜舍，啊，提升自己，透过行动咖啡车接引更多的会众，啊，这是我未来的期许。